打开。给我。走吧。哈，让二位久候了。多有怠慢，姑娘见谅。令尊怎么样了？你那天说加害我爹是情非得已，为什么又把我们关到地牢里？你欺人太甚了。姑娘若真的恨我，你就把我杀了。这是我刚煎好的药，是我守着他们煨的，专治内伤的。给你爹喝了吧。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啊！你若想在这药里下毒，害了我爹爹，你还不如直接拿刀杀了我们呢。我在这药里下毒？我干嘛要这样？我为什么要这样？你还有什么不能做的？从我见你的第一面起，你一会儿这么说，一会儿又那么做，你就没做一件前后对得上的正经事。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你生气的时候还真好看。你，哎，好了好了，你生我气是小，给你爹喂药是大，别拦着我。这是我请高人调制的药，老英雄没事了，马上就好了。我问你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你不需要在这假惺惺的。你既然真心关心我爹，你就不该加害我们。我加害你们？你把我们父女二人关在这牢里，还不算加害吗？我们虽然是些普通老百姓，但也由不得你们这些富家子弟任意欺负的。哎，穆姑娘，我一时失手伤了穆老英雄，我心里很后悔。我想王府里有好药，也许他吃了会好得快些，所以派人把你们请来了。请？请到这牢里来？嘘，来来来，你听我解释。那天咱们比武招亲的事啊，让我父王知道了，他很生气。我怕他找到你们对你们不利，所以就派人把你们请到这儿来了。这儿可是最安全的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把你们请到这儿来了。哎，我这可是为你们着想。好一个为我们着想。哎，这也得怪你自己呀。怪我？对啊，谁让你长得那么美，害得比武招亲那天我完颜康不能自禁，非要上场比武不可，就是不能让别人得到你。唉，如果你要是还生我的气的话，那我就只好要不你在我身上捅20几个窟窿眼也行。捅那么多窟窿眼，你早死了。此生若能与你相守，死也值了。怎么了？你说的这话是真的？若有半句谎话，天打雷劈。我还是不信。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这么想了。我真想身边有你这么一个人。你别看我是王子，别看我是小王爷，我从小连府门都出不去。长大了虽然前呼后拥的，可是我爹忙于国事，我娘喜欢一个人待着，我连一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。我看见你就想跟你说话，我还知道你喜欢我。谁说我喜欢你了？你别不承认，
我从你眼睛里就看出来了。你要说不喜欢我，那好，我问你，比武招亲那天，你爹不同意你跟我比武，你干嘛非得跟我比武呢？那就怪我武艺不精，没能胜过你。别说谎了，我说到你心里去了吧？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好，那你听我说，今生今世，我要你跟我在一起。我不要别人，我就要你。你同不同意？你同不同意啊？嗯？谁知道你又耍什么心眼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还耍什么心眼啊？你到底愿不愿意？那你自己问我爹去。你让我问你爹，我当然会去问。可是我得先问你啊，只有你同意才行啊。我即使比过武了，只要我爹同意，我自然、啊、我太高兴了。好，等你爹好一点，我去跟他说。道长，这四味药所有的药店都卖光了，说是刚刚被人买走的，真的是很奇怪啊。这我早就料到了，赵王府的人知道我中了毒，一定要用这种药，所以他们派人早就把药买光了。啊，完颜康他怎么歹毒啊？道长，那咱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没用了，我欲图文秀，行动不便。你又武功不高，怎么斗得过赵王府的人呢？可是我不怕他们呢。如果在12个时辰之内消除不了余毒，这怕不妙。静儿，你赶快离去，以免他人加害于你。我这一生遇到你这样一个小友，我十分的开心。你赶快去，我要用功疗伤。赶快去，郭靖。我，道长，我还是留下来陪你吧。什么事啊？客官，这是您的信。我在城外西十里湖边等你，有要事快来。他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呢？这封信是谁送来的呀？是这边一个闲汉送来的。哦，这个是给你的。道长，弟子有一个朋友很是聪明伶俩的，弟子这就去买药，12个时辰之内我一定会把药买回来的。道长保重。黄贤弟，thank you.
真好听啊。很好听的。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你皇贤弟啊。你是我皇贤弟？人家本来就是姑娘嘛，都是你皇贤弟皇贤弟的叫。上船。好。我们就在这儿喝酒赏景吧。我可真够糊涂的，我一直以为你是跟我一样的呢。看来以后我不能再叫你皇贤弟了。那你就叫我蓉儿吧，我爹也那么叫我。好啊，那以后我就叫你蓉儿了。对了，我还给你带了吃的来呢。啊，怎么都碎了，看来是不能吃了。我爱吃啊，不过呢，我会留着慢慢的吃。从小就没有娘，从来没有人这么想着我。你说找我要紧事儿的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想告诉你，我不是皇贤弟，我是蓉儿，这不重要吗？重要，重要。不过我觉得你这样。